好，主观众正式和侯友宜搭配参选的赵少康下午是来到了政论节目，和政论节目的同仁道别，马上带你来看纪念呢、欸，纪念照哦，纪念照，以后没有机会骂他了。政媒要有奋剂了，所以只好忍痛。忍痛请辞这样子，不过我在想也许以后可以回来做来宾这样子，不过当然我相信他们继续一定会很好，继续他们会挑很适合的主持人，来宾也都会跟以前一样嘛。好，可以看到包含节目的同仁或者是来宾呢都和赵少康拍照留念，不过赵少康也提到说主持这么久其实还蛮舍不得的，但是自己也觉得有些可惜，但还是想说以后可以来做来宾。相对欣赏时间镜头赵鹏宁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